好的，欢迎收看 SI Car 爱车库，我是 Andy 老爹。我旁边怎么又多了一台 Car Rock？ 因为这一台呢，我们九月对嘛，我们才去花莲，然后开到台东两天一夜，然后最后坐飞机回来，我们试驾的这个全新小改款的 Car Rock， 算是一个安全配备满档，然后科技配备也不错，底盘更是非常优秀的中型休旅。那它在这次的小改呢，配备也新增了，然后包含是这个头灯，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啊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，她算是我心目中带一点杀气的女神。为什么带一点杀气呢？我们先介绍她，就是凯乐耶。其实我们也认识有一些时间啦，那我一直不敢跟她讲话。为什么？我会吃了你吗？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他有在骑重机，对吗？对啊。对我来说呢，有在骑重机的女生，然后加上你知道，就是身材比例又很好，然后对我来讲就是很杀。哎，你看会骑重机的哈，真的都要有两把刷子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有三把，哎，我可以分你一把啦。其实我有重机啦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曾经在美国哈，摔过一次。那时候也是因为年轻气盛嘛，就是说，我的技术应该不会太烂，然后但呢遇到一些阿多啊，想说我们台湾人怎么可以输呢？然后就这边 end cup Anna， 然后就直接，我真的是差点，差不多就像剩这样的一个距离耶，差点掉到山谷下。下去我今天就不会在这边跟你试车。对，没有任何一台车你碰得到的。对，不堪的过往我们改天再聊。当然我其实我很喜欢凯乐，第一个他很活泼，然后我记得你还有在主持呢车场的活动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自己又有在当 show girl， 对啊，主持人车模，对对，非常厉害，又有在骑重，算是十项全能。有没有你不会的？请问一下。这个表情就是不好意思，老娘什么都会。其实我为什么带这台车给你？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，那天在吃饭嘛，他就说，哎，我这个他最近因为他工作繁忙，北中南到处跑，又要录影，又要什么主持活动的，需要一部什么条件你自己讲，什么的好用的实用的车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我想要在空间大一点的，又要好停车。好停车的意思是不要太大，车身尺码不要太大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然后空间大一点，还有呢？安全配备啊。好，安全配备，对啊，女生通常很注意啊。你的安全是指什么？主动、被动还是？都要。都要。主动也很重要吧？主动，对，很有些人来讲蛮重要。但是说真的好，我个人啊，我虽然常在推所谓的主动安全。但我是说真的，我自己开车比较少在用自动跟车，不喜欢被控制。这第一个啦，因为突如其来的一些不是我预期中的动作，我会觉得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小小的干扰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随时提醒自己说，车子没有帮我开，我随时要自己开。你想要靠自己？靠自己。那但是我其实我是要提醒自己更专心的开车，就是说我不想被太依赖主动驾驶。我觉得辅助啦。没错，他讲到一个重点哈，这也是行阿来，我为什么才找？真的行阿来才知道说那个就是其实是辅助，辅助而已啊。好，所以空间好，停车主安，还有没有什么配备？你觉得？当然操控性也是。对啦，这种哈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很杀的，你不讲操控，真的是太对不起我今天要帮他介绍的车。真的不行啊。对 ，CP 值应该也要顾一下。对啊，我觉得大概120万左右的。百万出头啦哈。对啊。然后欧系体质啦。对。竹安呐、就是这一台，我给你举过一些名单，巴拉巴拉有谁谁谁，因为我九月才试完，这次的小改多了配备，特别是竹安也变得更丰富，那动力当然没有什么大调整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动力其实是够的，是够的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今天这个叫 Car Rock， 取够了，但我就对它有几个行销的这个广告的点，我相信你应该也比较有印象的嘛，对，什么聪明的就懂啦、什么反正你迟早要买欧洲车的、这两句真的是太这个让人家印象深刻，而且我跟你讲它的价格、老实来讲我觉得以规格配备来打就全部裂开哦、跟同级对手它算是非常出色哦，就是 CP 值很高的。对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车头，其实它这次小改呢，比如说水箱护罩变得比较立体，从侧面看你看到这个角度变得比较，我刚刚讲比较立体之外，但看起来会稍微比较杀，有最重要的是知道 VAG 他们都有一个叫就是 Matrix LED 头灯，
为什么要这样撑？Matrix LED 头灯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它就是哈、侦测的情况下，在侦测到对象或同向、同向就是跟你同一个方向、跟对象的来车，它侦测到之后，它的光型会做一个变化。哦，那个变化就是说，我不要去影响到其他驾驶人。嗯，我侦测到前面有车，我这个光型就会有一个凹字，那个凹还会跟着跑。哇哦，真的，跟着跑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对象不是这样开过去嘛，对啊，你会看它那个凹字形的暗掉的部分，就不要为了影响对象的驾驶，那个凹会跟着它跑。哇，这个是 Matrix LED 头灯的特色。那早期你知道吗？我像我们在试车，你要选配这个头灯，至少都是100,000起跳。现在呢，徐勾打把它变标配，而且我跟你讲个秘密，你知道吗？徐勾打买气囊很便宜，所以我可以是买气壳吗？不好意思哦，全车系9颗，现在没有，徐科达没有在7颗的，好不好？7颗叫，我训掉了，训掉，连法比亚全车系都9颗，我跟你讲，他在主被动安全真的是非常的大方，万一这些主被动安全帮不了你，最后那一刻车子还是有受到撞击的情况下，它的车身呢哈有超过26%的比例有采用所谓1000到1200 MPa 的钢材， MPa 数越高代表它钢材硬度越硬，原本欧系体质它的车身结构就好，所以等于是说真的板布离还是被撞的时候，它更可以有效的保护车舱内的乘客。好，那这个是被动安全。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，它有 Spotlight 套件，包含什么呢？第一个雾黑的水箱护罩，下气棒，黑化造型的后视镜，还有行李架，然后后面的 Skoda 的字样，也变成是雾黑。然后后下气坝包含这几个，很多的车身颜色只要一搭配黑，就会觉得比较沙。对，比较沙。你看他这个表情，比较沙。你看那个狰狞的表情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车尾，因为你刚刚讲到空间，对，因为代表你这个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会有载物的需求。那我先讲，在开启前，你看我刚刚讲黑化的套件，对耶，对不对？它摆在中间的，然后用黑色的，然后这边也是 Car Rock 也是用黑色的，对啊，黑色好看很多。对，然后下方呢，虽然不是套件啊，但我说你看它的排气管藏在里面，但重点是呢，它还是有双边单出的排气管，的尾试管造型。就是至少看起来比较运动 sporty 一点。对，好，再来脚踢，你要不要示范一下？好啊，脚踢来，朝正中间菊花的位置。你有开锁吗？没有开锁，你要画一圈，对。是我脚太短吗？好，那请站回原位。好，试一下我的，我没有怎么样哦，我看一下我。为什么？因为钥匙在你身上吗？不是，是因为他看颜值。好，我们先讲公升数。这样子还没倾倒的时候有521公升。你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去比一下同级哦。同级里面呢，以公升数来讲，它算是还不错的。再来是全倾倒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它车长以车长不要超过4.4米，躺平后第二排躺平后，它大概是最大的1630。跟1630已经比很多，比如说4.5、4.6米车长的 SUV 的后箱空间，比某一些车款还要来得大，所以其实它的空间利用率，就是说机械极小化，空间极大化，这个是需要工程师去精心设计，把东西摆在消费者用不到的位置，然后把空间挪出来让你使用，好，这个很不错。然后来这边有个把手，你把它拉起来，下面。乖乖，对，我们这个是我特地不是许科达特地帮我们凯乐准备的，而且它是台湾黑熊，就是许科达的台湾黑熊。你知道许科达有台湾黑熊哦？对啊，表示他有在关心呢，我真的没有跟他串通好。台湾黑熊坐在 Car Rock， 这个我真的觉得好可爱哦，许科达的行销团队真的是脑筋非常好，你会觉得他们的点子都很有梗，这算联名吧？算，对啊，我觉得算。而且真的很别出心裁。好，但我是要跟你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哦，我可以变魔术哦。你看这样下面是不是有一层？对，这样是不是有等于多了一个空间？但是它可以变这样。
可以放下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把底板降低。嗯，你如果要摆一个高度比较高的物体的时候，这样就很好用。哦，对。啊，你如果说下面需要空间，把它拉起来，然后我们稍微往后，它就变一个抽屉就对了。对，这样就变两层。嗯，而且毫不费力。其实我请大家示范是要示范给女生观众看。嗯。以凯乐，她是女生嘛，她这样操作，说真的是轻而易举，啊，一只手就可以啦，真的。对啊，好，座椅呢，除了可以六四倾倒，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它也算是同级里面少有的一个，叫中间那边不是有一个孔，叫雪橇孔。雪橇孔顾名思义，就是说你有些比较长条物啊，钓竿，嗯，这个雪橇比较长条的，两边可以坐人，嗯，中间就透过可以放进去，对，透过这个雪橇孔就可以摆放这个长条物。哎，好方便哦。其实我觉得徐高达是这样，他在欧系车里面，我觉得他们有日系车的巧思跟贴心的地方。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你看，像我自己本身有台法系车，我觉得他比如说摆放空小东西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多哦，没有设计的这么细致。对，然后位置也不多，数量也不是很够，就算有也是小小的，你就是摆个零钱。但徐高达不一样，你看哦。这边呢，挂钩，挂钩让你，你可以挂什么？你知道？盐酥鸡。哎，对，没错，鸡排、盐酥鸡，好，小吃，还有一个，我告诉你，拿给你看。好。他们哈，其实原厂提供哈有很多的配件，但为什么要这个吗？购物篮。购物篮，没错。你知道为什么？这个、很好用哎。好，那我要问你，怎么个好用法？就任何小东西都直接丢进去就好啦。好，帽子啊，什么那些都丢进去嘛。为什么要丢进去？会滚动。我有在开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是考他一下了哈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因为我那台休旅车，我就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你的东西在后面翻滚。对，都会摆一盒口罩嘛，怕万一没有得用，或者是饮料啦，然后那个一开罐啦、什么之类的，我摆在后面，然后就转弯的时候就滚来滚去。对啊。你如果有这个呢，就不会。对。但其实我可以去买，我只是说原厂其实它都有附，看光颜色也有搭配的。对啊。这些小配件。它也是可收纳的耶。对啊，是很棒。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嗯，对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车内。好，我们来看车内。嗯。但我先不讲科技配备。嗯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女生，你刚刚讲不是说你很在意空间？对啊，空间但除了比如说头部啦，对，头部很好，你看两个拳头，嗯，可以，有没有？就是压迫感完全没有。对，好，那车内这驾驶舱但就是有两个大尺寸的液晶屏幕之外，其实我刚刚讲空间哦，第一个这边当然有一些这个 QR 无线充电了哈，这边有个置物空间之外呢，你看哦，中央扶手掀起来，它是整个，它原厂还附这个给你，你知道这是干嘛的？饮料架吗？对，就是你如果没有要放饮料这样就可以整个放，就可以拿起来。对对对对对， 看你要什么卫生纸啊，一些个人用品可以塞着。你有看到车子的上方中控这个 T 字造型上方竟然有置物空间？这个是置物空间？置物对对啊，这边很赞。还有一个，你看我这边还有个小抽屉，怎么那么多？是很棒。你看我的车就没有，就是说能够挤给你的空间。在可以兼顾造型下，嗯，他都给你，真的是蛮多地方可以。你光看这个，这个也是要成本的，对啊，就是空间的部分哈。好，再来就是讲我们斯波赖的配备，方向盘这边有个名牌，有。好，那但如果可以配红色车缝线呢，会更好，那会更好，对，看起来就是对质感又更棒。这两张座椅呢，就是八项电动调整，还有腰靠。以前哈，我不觉得腰靠有什么。嗯，现在我比较有感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老了，老了。还有几个配备，我一定要介绍一下。还有哪里？主动安全360度环景，这一定要的，因为你这个在移动车辆，特别是在大卖场，有时候小朋友走来走去，他看不到。对，他的身高如果不是那么高，有时候你就会在你的死角内。360度环景，你看哦，这样子，你看我们现在是面海嘛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可以点哎，你点点看，点前面，对，就看前面。哦。点后方，看后方，点右边，这样蛮。好清楚啊！好，对，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说在你移动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看，哎，我曾经就是真的被死角害到。你
看不到？就是在我的右后方有一个矮墙，差不多跟我的膝盖差不多高。哦，我因为我上后照镜也看不到。对，我就刚好躲在那个死角内。嗯，那我这边从这边上车嘛，我就没有注意到那个矮墙。嗯，然后车子在移动的时候就，啊，马上心痛。对，非常痛。然后一看，真的刮一条。所以你看啊，有这个360度，对，无死角，一定要好。然后在你的技术，我想不用怀疑。但是它有自动停车辅助，这个叫自动停车辅助，就是说你可以搜寻，有没有这个画面上可以搜寻路边停车？那搜寻到之后，它就会帮你控制方向盘。那你要当然要手动换挡了，前进档、后退档、R 档、D 档。但方向盘会自己帮你转。嗯。好，就是说增加停车的方便性。嗯。但如果说你技术不错，但你要自己停也可以。嗯。好，好，再来，我刚刚讲这个方向盘我很喜欢，换挡拨片之外，它的造型三幅式。嗯。有镂空。嗯。还有钢琴烤漆、镀铬饰条，这边还可以，这是有造型的。你看，就是说，其实它在设计上也很有巧思。嗯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前方有10.25寸的数位仪表。嗯，你看方向盘这边可以切换，切换什么呢？比如说，这个是极简模式，就是说我只要知道我的总行驶里程、续航里程跟时速。嗯。我就不需要转速表。嗯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再按下去，哦，这个就是比较运动模式，转速在最外圈，嗯，时速在中间，好，档位在这边，嗯 ，OK， 好，再按一个，啊，这个是传统的，啊，左边，对对对，左边转速，右边时速，嗯，再一个，注意看哦，导航，哦，这个是。一样有时速转速，但是导航就是透过中间这个区块，来呈现你导航的路线。那如果说你不要看时速转速，你要把这个导航放大，就全萤幕了，可以直接只看导航。对，但是你的档位啦、时速啦，对，还在你的左下角跟右下角，你就可以全萤幕导航。这个当然就是要用原厂导航才有，那你如果用 Apple CarPlay， 比如说你现在呢，你假设用 Apple CarPlay。Apple CarPlay 的画面，那你可以同时在这边用科技的原厂配的导航，两边就可以自己做选择，很方便。它们是可以分开的，可以分开但是你 Apple CarPlay 的画面就不能在这边，这是原厂的设定。好，中控上方是一个9.2寸的触控萤幕，原厂导航在这，那你看这边有个空调，空调进去可以干嘛呢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叫什么？AirCare 有，这 AirCare 是不就是说它针对你车内的空气品质，有做一个更好的过滤效果，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开始过滤，然后它这边就有写哦，你看哦，透过车内的空气滤清器，然后过滤车内的细微粉尘，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，在车上，你是不是会希望他比较有更优质的空气品质？就是不要吸到外面的脏空气。对，这个对，身为爸妈都会蛮在意这一点的，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贴心的功能。好，女生嘛都会注重气氛，所以你看它有气氛灯气氛灯可以干嘛呢？你看有调有这么多颜色。对，看你要调绿色、蓝色、红色、黄色哈。有时候跟你的另一半在车上享受一下 ，OK。啊，当然就是车辆的设定等等，全部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操作哈。现在也就全部都支援繁体中文，所以操作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往下呢，这边当然就是3区恒温空调，三区是你右边可以独立调，我左边也可以独立调，还有后面的乘客也可以也是独立的，对，可以独立调温度哈。那这边当然就是风量大小的控制，刚刚介绍过，像这个引擎自动启闭啦，自动停车辅助360度环景，再加上这个7速的双离合器 DSG。这边呢，行车模式啊，总共有节能，一般运动跟个人化，这个是玉山版才有，雪山的话就没有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打到你？不错啊，尤其方向盘，我真的觉得它设计得很漂亮。你也是走颜值路线，当然了，对不对？车子不帅，方向盘不帅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可以啦，因为我会自己去换掉。换18口赛车方向盘，谢谢老爹介绍这一部车。可以啦，开玩笑哈。但那我也要介绍你去一个地方。哦，不是介绍一个 make 我。我觉得你已经很多了，不用。我单身，今天单身。今天只有今天吗？好啦，我要让你呢跟着我们，就是有去起重机的话，可以一起去的一个据点，一个目前是。对啊，还有摄影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可恶，叫他们回家了。对啊。
好的，凯乐，我们现在上路试驾哈，就是因为你自己有在开车嘛，对。那你这次也强调就是说希望一个就是代步好开好停，空间又要很好用的一部车啊。那操控的部分我们来感受一下。因为它其实它是 1.5 升的引擎，税金大概10000出头吧哈，算是很轻松啦，税金不会太重，小排量嘛哈。对啊。那它这颗引擎呢，最大马力150匹，扭力是25.5，但是从这个1000多转就会有给你最大扭力。好，所以你现在开起来再分享一下你的心得，比如说方向盘啊、隔音啊、组装很轻啊，然后视野也很好。对啊，对女生来讲，开车会不会？我觉得女生就是要开这种视野比较好的车子，因为我觉得好像女生比较容易分心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在想男朋友之类的，男朋友闷这样。男生开车好像就是专注在开车，可是女生就会东想西想，或者是想说擦个乳液，然后擦个口红或是什么之类的，真的假的？很容易分心，所以就是需要视野很好的车子，然后比较不会去东卡到西卡到这样子那种感觉。好，对。啊，底盘你觉得怎么样？目前这样开起来觉得不错啊，很稳啦。毕竟欧系底盘嘛，就是说它的循迹性啊，通常你也知道，我们男生都会讲说，比如说转方向盘，它是不是有很听话，照着你要的方向去走，然后包含像隔音，其实隔音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就是以百万级距来讲，它的不能讲百万了，百万110几万，113.9，好，这是雪山，因为它配备主被动安全、气囊数、引擎、变速箱都一样，就是差在一些豪华配备。如果说你觉得说，加上去这个价格，你觉得负担稍微有点重，那当然其实雪山版我觉得就非常够用，因为开起来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就是其实它这次在主按的部分哈，我觉得女生应该会很喜欢。我听过2-3个车主，他们就是很喜欢这个叫智慧车震穿梭系统。我没有用过没有用过。好，对啊，方向盘的右上方有个钮，你按下去，好按下去之后，那你看前方的仪表就会出现已选取智慧车震穿梭系统。好，你现在放油门。我放油门他在帮我开耶，他主动帮你踩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的手稍微就是放开，然后让他自己去控制一下，感受一下他的自动跟车。然后可是我前面没车没车，他就会按照你现在设定的时速上限，你还是要自己踩。但是其实我比较建议是高速公路用啦。因为市区嘛，还是走走停停还是有。我等一下来跟一台车看看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你就跟他的车，然后我们感受一下他的红灯起步啦，自动起步，然后自动刹停，就是从开车然后到减速到停，感受一下他的一个顺畅度。那我们现在来按一下，右上方这个，好不好？但现在自己选取，对，自动跟一下，不要自己踩刹车好。那我也不要踩油门。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再跟你看，这样我们现在把它设定到50，然后双手就轻，就是微微碰到方向盘就好，让它自己去车道至中。对，有吧？那有，有吧？它现在就自己跟着它，有吧？跟着线。可是没线了怎么办？没线，你双手还是要稍微握回去。也跟观众特别讲一下啦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测试。但平常开车一定是双手随时握着方向盘。对，我们现在因为要测试给大家看嘛，好，让这个凯乐感受一下，以女生驾驶的角度来使用体验这个聪明爱，这所谓的自动跟车，好不好用？好，那我觉得高速公路应该会很好用，或是快速道路的时候。对，其实它就是降低你的疲劳度。然后尤其是走走停停的时候，应该也会蛮好用。还是它有低于时速多少以下？没有，它就是 stop and go， 就是说从零到100多都有，自己跟。好棒哦！好，我们现在跟着前方的车，好，现在红灯嘛，来，好，不要动，你不要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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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要踩。我没有踩。让它自己停，有没有看到？停了。那它停了之后呢？我还是不用动。对，都不要动。等一下绿灯呢？你看，如果车子没走，你点一下油门就好，它就会自己跟上去。因为你现在时速设定是50嘛，我们一般道路是50没有错，它就会自己跟到50，然后就停住，也不会超速，就很聪明。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路边的限速是70，你就可以把它提升了。好，现在绿灯哦，点一下油门，对，好，然后油门可以放开，它现在自己加速。真的耶，有没有？就很顺的就上去了。方向盘，但我们还是随时握紧，但是你为了要测试，还是可以稍微放开。轻轻放开就好。有，我有发现它有亮两条黄色，表示它有在对准的状态。对。那如果没有亮，像刚刚那样，就要自己。你稍微感受一下它自己转方向盘的能力。有没有看到？
自己会调整。对啊，好，有了，这都他自己的。对，这个其实就是说减少你开车的动作，嗯，那帮你承担一些开车的疲劳度，嗯嗯，好，这个基本上就是现在所谓 Level 2 ADAS 最主要的功能，好，但我们还是建议就是。不是建议啦，还是要放着。对对对，开车嘛，哦，毕竟方向盘是随时要握着的。嗯，所以你不觉得很好用？有哎，我觉得这样很轻松哎。如果说你在一个很疲劳的状态下的话，应该讲说疲劳的话就要休息。哦，对啦，应该说这个就是让你不要那么快疲劳，对不对？不用，就是一直全神贯注的在开车，应该也是要专心啦，要专心，对对对，那你就可以就是比较轻放松一点点，对对对，帮你分担一些开车的动作，嗯，对，你的疲劳度的累积就不会这么快，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啦，嗯。好，有没有觉得很好用？对啊，我觉得很棒哎、欸。而且加速减速其实都很顺，对不对？它也不会有那种好像要把你扯过来或是干嘛之类的。不要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你看我没有踩，我没有踩，很棒哎、欸。有没有喜欢这套系统？有。你看这个女生哈，这个有人服务是最好的，有人帮忙是最好的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但有人在应该会更好啦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对。老爹，我觉得他的智慧车阵穿梭系统真的很好用哎、欸。我肚子饿了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就进去，你让我先夸奖他一下好吗？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。难怪你这么嗨，但是真的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试过，就是那种四肢都放开。对，稍微放开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真的觉得它超适合女生开。蛮适合的，因为它的视野很好，而且它不会很大台。对。对啊，但是室内空间我觉得蛮够的，所以其实蛮适合女生，尤其东西这样乱丢干嘛，在车上就是这个空间都很够。然后停车辅助啊，360度环境都对对对哦，360度环境很重要，因为自从用了这种系统以后呢，就不会开笨蛋车了。回不去的，回不对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原始车就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开了。开玩笑，我是推坑王、啊。哦，真的啊、哦？干嘛？然后好了，很饿是不是？好，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牛仔庄园，这是哪里？就是三芝的一个秘境。秘境，对。所以车友都会来这哦。因为它这边好停车，哦、然后空间又大、啊。重点是吃的。吃的也 OK 啊，就是有牛排啊，有鸡块啊，有薯条啊，美式，还有马，还有马。刚有一只马摔倒，所以我们亲眼目睹，我觉得好痛哦。对，四只脚的东西还是会跌到的。对，看得蛮心疼，虽然不是我的马。对对 对，我受不了，我要去吃东西。很饿是不是？对 对，走走走 ，Go Go Go。他赖是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小姐，我可以给你加个赖吗？哦，好，我找一下手机。不是啦，听说你开车技术也不错，你会压车吗？请问一下。会压车怎么过弯啦、啊？哦！天哪、啊，马会跌倒哎、欸！跑掉。I grew up in a place where they told you what to chase, told you how to run the race. Every move is on the page.